Hi Popo。我刚刚在看滴滴。滴滴五二。看我们的议员。还有汪汪，汪汪唱歌超好听。嗨嗨，早安。嗨嗨。谢谢泡泡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想要的未来，哒哒哒哒哒，哪里被激光，哒哒哒哒哒，随的。早安，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放开的女孩，不行的女孩是我。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谢谢格尔的星之冠。偷他的黑，在你眼中，哒哒哒哒哒哒哒，中午好。大家有去看滴滴吗？谢谢艾莉的星之冠，记得帮我们的我们有去滴滴五二的成员们投票哦。对，大家手手动起来。谢谢大瓦哥的星之冠，哈哈 F。我跟你们说，我昨天跟伯乐聊到三点半，哎，三点半，三点半，三点三十五还是三点四十吧？四个小时好像。不认识的照片点进来，哪有什么不认识？不睡觉了吗？睡啊，睡睡睡，没有，我去客厅聊。那天操场看大家也在跳草高，对呀，飞起来。没有，我没有吵涵涵睡觉，我出去外面讲。对，毕业了就这样。两个小弟？为什么？为什么是两个小弟？哈哈，草莓酱，谢谢傅伟的星之冠，谢谢谢谢皮蛋的玫瑰，大家有没有去看滴滴五二？对啊对啊，都中午开，谢谢小皮的星之冠，游戏黑老弯。姐姐说：“你之前都不管他，直接继续讲。”对啊，我都直接继续。这胖同学停在半空中，真的吗？一直飞起来，我好想知道我跳舞的时候长怎样。对啊，又要催交 report 作业，交作业，交作业，作业交起来。我跟你们说，爸爸跟我说他对中，他跟我说他对中1000块。然后他说要让我去换，然后可是他说如果把它存在那个什么，就是 iCash， 然后有多5%的回馈，然后可是感觉1000块可以买更多东西啊，我到底要不要把那1000块直接存到 iCash 里面？可是这样有多耶，爸爸，哎呀，爸爸就说，爸爸刚才就说。欸，我对中400块欸，可是已经过期了，因为那是11月、12月。然后我就说，啊，他说，可是我还有对中一张1000块的。然后我就说，哦，真的，真的吗？然后我说没关系啊，那你换啊，其实我也很想要。然后我爸说，你要不要拿去直播讲一下？我就说，哦，好啊，我可以拿去直播讲一下，就是爸爸对中1000块。然后
可是他，然后就说，他说你要吗？要给你吗？然后我就说，嗯，没关系的。他说真的不要吗？我就啊，好啦，要。操场坐侧边，家里真的飞高高很显眼，真的吗？飞起来，飞一波。我今天边化妆边看《DD52》。一开始在后排跳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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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吗？你会把绿卡里小丽丽带回家，笑死！对啊，爸爸直接给我零用钱，1000可以买波的香水，我已经买了。谢谢婆婆的心之冠，谢谢。这张先生中发票什么时候？对啊，爸爸超好，而且今天爸爸还说，因为爸爸要出差，然后爸爸就问我说，他就。带回来问我说我想吃什么，他帮我买回来。然后我跟他说我要吃卤肉饭，结果那家卤肉饭刚好在就是整修，然后就他就没开。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吃什么？然后他就帮我买麦当当。可是我就是我吃劲脆配餐，结果我吃的那块鸡我现在饱了，然后我的汉堡跟玉米汤都还没喝。一整个脚软。对，我整个被撞飞耶！因为我那天其实就是因为那天你们知道有停电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可是我们停电我们就还蛮好笑的，就是我们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呢我们就去后台拿我们自己的手机，因为姐姐他们也都有很多手电筒嘛，然后我们就拿着姐姐手电筒去后台拿手机，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保特瓶，我们就这样子放在那个站，就是那个站位号码前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彩排，然后。结果因为来来回就是我们就开始走位，然后就是稍微练习，就是不是稍微练习啊，就是走位，然后调整一些动作，然后可是那时候真的很闷，就其实大家都有点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太闷，然后又没有什么空气，然后因为它是仓库嘛，然后顶端又一直加热，然后每个人又在发热，其实当天大家都有点就是有点像快中暑那样。谢谢草莓奖为我续费3个月的粉丝团，陈二聆听，谢谢 F， 谢谢 Novita 的许愿瓶，就因为太热，然后所以大家就，就是大家就是电回复的时候，大家说哇，终于回来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比较晚开始彩排，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已经 delay 了， delay 好像1-2个小时吧，然后 delay 了之后我们就是很快就接着就是总彩排，然后可是结果总彩排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前面3首都是很嗨的歌，谢谢草莓奖的心之冠，然后那时候其实冷气还没有完全恢复，然后所以其实大家跳完都有点就是腿软。就是大家彩排完下场都说我不知道我刚刚在干嘛，就是完全站不稳的那种。对，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就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回忆，就是遇到停电，然后就是大家用手机的手电筒，然后放在前面当站位，然后还是一样这样走位，就是别有一番，就是属于我们操组的回忆。就我觉得很，就是不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很特别。闯着冷气子都不敢，对，革命情感，谢谢 Hedy 的心之冠，
你们知道停电吗？你们知道停电吗？谢谢。知道。大家不是补班日吗？你们是请假来还是结束之后才知道？表演完结束才知道吗？还是停电结束？好像听说是他们在施工，然后挖断吗？还是什么？好像听说整个园区都停电。那我们那时候，他就突然这样蹭，因为我们那时候忘记是，哦，我们好像是自己走位吧，就是自己先走一下那个定位，然后就走一走，然后蹭，然后突然冷气没了，然后灯全暗，然后紧急照明就打开，然后。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紧急照明也没了，然后就是它有好像有一个备用的，就是灯吧，然后就那个灯也没了，然后就瞬间全暗，然后姐姐们就开始拿着那个手电筒说，哎，就是叫我们不要乱动这样。超可怕，可是大家都还蛮冷静的。就是大家都很冷静，就是哦，没关系。然后我们就开始坐下来讨论 MC， 我们就开始坐下来，然后开始讨论，就说，哎，不然我们现在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办法走位，那我们就先来讨论，我们就先来让一下吧。拍到那个画面，什么画面？好想去看丽丽，来看我啊，来找我啊。对，然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施工断电的画面，你说断电那一瞬间吗？谢谢益生菌。断电后是没有电的时候的那个吗？请假请起来。砰一声，对不对？有砰一声，对不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砰，然后就是灯全暗。谢谢 Eddie 的新之冠，大家这礼拜六就要见面。我被七七说那个眼妆有进步，我超开心的。公司自动帮请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是自动帮请假？谢谢幻影战士爱的抱抱。哦，我觉得姐姐很厉害，就是我不是有那个新型病毒吗？姐姐居然有截到那个 wink， 我就是拍到那个 wink， 我觉得超神奇，就是噔噔噔噔。虽然我的表情有点尴尬，可是那个 wink 真的是就是一瞬间超强哎，扣特修。为什么会自动帮请假？对，我们就是这样冲，然后就是全部都按，然后就想说怎么了？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停电吗？我们还想说是怎么了？是就是跳电吗？就是不是用电量太大，然后会跳电吗？我那时候以为是跳电，结果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哦，因为有点久。嗯哼哼，捡大石头布。谢谢虾虾的花枝金翠，柯真的震天炸翻现场。对啊，超大声嘞！谢谢哎，被回来的星之光。周末可以只画眼妆？不行。但是能带位，我真的很开心。前几首立即眼神的时候，你说 you can do it 那个，哎，我有看到那个，就是你下次要多举那个，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真的很好找 ，Yuna 的那个，啊，我终于看到实体了，怎么这么美啊，好喜欢。今天声音还是哑的。辛苦了，多喝点水，多吃点八仙果。星期五太忙了，没来续工。
也可以那个啊，可以那个补签卡，不是你施压姐姐，没有没有施压姐姐，对，我没有施压，就是能久违跟 Blaze 一起跳舞真的很开心，就是就是对，很开心，大家应该都看到我喜悦写在脸上，对，而且那个 festival 就是各自带各自的伴。是不是有没有闪瞎你们的眼睛？耶耶！看歌了，不能不理，不能每次都这样。学到简单表演，他们就发出发的。对呀、啊，可是不能每次都超冷淡。就我有一个很热情，那个同学是不是把圆角撞飞？我没有把圆角撞飞吧？什么时候？什么？我什么时候把圆角撞飞？我什么时候？我没有把圆角撞飞吧？他在心里狂乱看，没有，我相信他只是爱灵异家庭。看到不的时候感到很欢乐，寂寞，笑死。Festival 是被撞飞好不好？我还往林姐那边撞哎、欸。不是，我后面是林杰，不是云爵。你知道那个巴拉不是讲和我在一起吧？我不是冲过去吗？然后我原本想要转头，就是转头看，哎、欸，瑞婷在吗？就啊，瑞那个人说，哎、欸，怎么找到瑞婷？啊，不对，他在后台。他说，哎、欸，哎、欸、哎、欸，他说。选择哦，出来输赢哦，选择哦，决斗吧。决斗吧 ，Pokemon。原来不是因为走进女友的姐妹群，这样才显得有点冷。呀、yeah?。你看那后面不是我，可是我后面是林杰，这边是林杰，然后这边是平涵、欸、然后我跟麻油撞完，我要去撞林杰，结果我要撞林杰之前，我就被麻油撞飞，然后我就这样跳跳跳，一路跳到林杰身上。不，对，不乐会选择原地爆炸。不行，我觉得不行，是林杰啊。两发电不能看下去了，充电啊，充电。对对对对对，强强姐姐。刚刚被撞飞的后半段，那真的很好笑。就是我自己被撞完的当下，我都能想象我的就是粉丝们就是会怎么想，因为我真的是站不稳，我认真站不稳。就是我不是在那边演跳跳跳跳跳，我是认真站不稳，就这样跳跳跳，一路跳过去。吃了中餐，吃炸鸡，肯定会没流汗。妈又超大力，真的是他那一天撞，真的是有史以来他撞过我最大力的一次。然后我完全没有预兆，然后我整个被撞飞。你的表情很轻，谢谢水锤的玫瑰。你真的好有戏感，没有，我是真的站不稳，我是真的站不稳。看得出来不是可以演的，是真的被撞飞。被太阳光照得很漂亮一张，哈哈哈哈太郎，没看到真的可惜，是不是要来？而且还没有听到很香很香的口白，大家听完口白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有没有什么就是感觉，就是终于听到莉莉的口白了。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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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时间可以啊，可以，你又要来找我。台语太洗脑，我很想讲台语哎。突然忘记，等一下我想想。绝对无可能的啦。虽然是安尼讲，但是我敢那已经介意着你啊。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小可，拜拜。上班加油，开会加油。台语能打动我们什么？没有，好不好？台语要甜甜的，兄弟是狗，我也可以台语很甜的。哎，等下，我一直忘记口白第一句是什么。等下，绝对无可能的啦。虽然是安尼讲，但是我敢那已经介意着你啊。建言提问，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老三的乐福，谢谢。介意着你啊，家里也长大的感觉。怎么说？怎么说？虽然像你讲，但是我刚才介意着你啊。算了，我还是适合就是啊那种感觉。对，我真的可以切换，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有当过司仪，然后司仪是一种声音，唱歌是一种声音，平常讲话是一种声音，装可爱又是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有很多种，就是配合不同时间要做不同的声音。谢谢喜乐库玛的香槟，谢谢。在说什么？南方口吻，到底有这种声音，很多种，很多种。口白冲击太大，怎么个冲击法？大家赶快写 report 好不好？我很期待耶，我很期待。第一支 report， 口跑不是拿了很多反差吗？主声道还是研究上？可是该可爱就是可爱声音的时候，还是可以可爱声音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次没去圆明寺金牌，好。听说大家觉得很，这次都觉得就是正常版莉莉回来了。噔噔噔噔噔，嗨嗨 Polo， 我想来喝我的鱼汤。咦，等一下，你刚刚自觉这个声音很差吧？可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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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哎、欸，那个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的呆呆。这躲不了了，位置不错，不脚会飞，是不是？没有啊，我让人换去看人一直。还是拽？等等等等等等，陶老哥，你好好解释一下哦，为什么会是一把呢？陶老哥，陶老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一把呢？陶老哥，嗨嗨，樱桃喵。啊，叫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陶老哥解释一下，陶老哥，为什么是一把呢？陶老哥，嗯，汤哦，你坐在我视线正前方，还拿一把，真的，汤。视线正前方哦，哇！就是谁？七七不在问我说：“佳丽，你在干嘛？”没有啊，就是那个粉丝拿了一把，就是明明就推我，可是拿了一把扇子。有啊，
其实西西讲引言的时候，就是有点眼眶泛泪，就是什么啊，我家孩子终于长大的那种感觉。西西你在吊谁？哦，对啦，西西说你在吊谁？没有，我没有在吊谁，我在俩包现场。害你分心没注意按键，所以我发现没有按键没有这么快终结。没有，可是最后他的歌没有拒绝，最后还是在他的手上。没有没有，我也是就是那种无那个什么无家有女初长成嘛，就是啊，终于进步了的那种感觉。谢谢上课的新之冠，谢谢。他瓦哥真的唔汤哦。嗯，我觉得这次迷你控很嗨耶，越描越黑。好呀，拜拜，开会加油，加油，加油，开会加油一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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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要跟你们讲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我们昨天就是有去唱歌，就是有优惠，对，就是妈咪有优惠，然后就跟那个跟黄秘书，然后跟黄秘书，然后我跟品涵一起，然后那个涵涵跟伯乐一起，然后就是我们分成就是两组人，就是涵涵给伯乐在，然后我跟平涵坐计程车，然后呢，就我们比他们早到，然后因为他们已经先去，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去那边都是去吃饭，都是去吃排骨饭啊、牛肉面啊那种，就是对，就是唱歌只是另外一个，就是主要是去吃那些东西。然后，就对我们家来说是去那边吃晚餐，然后顺便唱歌这样。然后我们就先到，结果。就是因为妈咪就传那个包厢号码给我，结果她传错了，妈咪传错了，然后我还就是那个服务生问的时候，我还很开心跟她说，我是几号几号包厢，然后结果那个服务生帮我打开的时候，因为门在这里，然后服务生在这里，他要这样子开门。然后平衡站着，我站在视线死角，我看不到里面是谁。然后呢，服务生就这样把门打开，结果平衡已经看到了。然后结果平衡以为真的是就是我们的亲戚。然后结果呢，我就这样子，我在这里，然后我就这样跨一步进来。然后不好意思，我就不好意思，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跟他们说，到底是几号包厢啊？他说。啊，就几号几号包厢啊？我说不是，我刚开门的时候不是，一群高中生就看着我，他们就看着我。他说啊，不是啦，我看错了，是几号几号包厢。Hello， 超尬，超尬。然后我就这样走到正确的包厢，我一看他们就说，妈咪，你知道我刚有多尴尬吗？然后因为。
因为那个韩跟伯乐比较晚，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妈咪也跟韩讲错了包厢号码，然后妈咪原本跟他说新的包厢号码，我跟他说你赶快把它收回，不要让韩看到新的包厢号码，结果他们也开错。然后没有，对，不能只有我走错。他结果一台阶一进到包厢，说：“妈咪，你为什么给我错了包厢号码？”没有啦，没有啦，是高中生，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好像年纪是跟我们差不多，然后就是高中生，好就是好朋友一起去唱歌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样一打开门，然后那群高中生就这样很错愕的看着我们，然后就说，我就这样倒吸一口气，不好意思，不是妈妈说，是我说的。是我说的，是我叫妈咪收回。对啊，高中生，如果是那个的话，我就不会这样玩了，是因为是高中生。谢谢西西的星之光，谢谢。然后昨天我跟伯乐一起唱那个《星火》。我要把心放心中开呀，熄灭的花火。谢谢艾迪的心之光。有啊，我只吃了炸鸡，我还没吃汉堡。真的很好笑，我真的真的笑到很，就笑到很累，就是因为真的太强了。记得你侧脸轮廓哦，然后我们还要去点那个夕阳。然后因为弟弟也会唱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嘘，现在要唱歌嘘，然后我就把麦拿给平涵，然后平涵就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特别难忘，我就哇，然后还有那个 festival， 然后就是因为我跟伯乐跟那个平涵不是都是那个选拔嘛，然后我们就是来一场 TTP Festival， 掀起狂欢的漩涡，音乐它汹涌，我们是世界。就自己歌不唱，然后去那边那个打 call， 哇超好笑！听伯乐唱，我应该特别兴奋。没有，是我特别兴奋。谢谢。伯乐唱歌真的好好听哦。对，我就粉丝滤镜。对，没有听到歌会不习惯。对啊，可是没有红莲华，然后。我们那时候结束之后，我们就拿着麦那边，
どうしたって崩れない夢も誰もない夢も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れるんだ嗨嗨全平中午好超好笑就是明明没有配乐然后在那边唱得开心どうしたって消せない夢も誰もない夢好笑噔噔噔噔噔噔噔不要让西西自己去让西西自己去分担嗓子有点哑不是因为迷你控迷你控已经复原了啦昨天就复原了这时复原我那时候忘记我要学什么东西了然后结果我要站起来开始学的时候就服务生就开门然后我就这样所以我只要站起来学哦然后我都准备好了服务生就走过来然后我就这样一秒转过去然后去那个点歌机那边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开始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反正好像是舞蹈动作来这样我这样走出来然后服务生开门我就这样然后那个走去那个点歌机然后那个不然他们就呛我说你在装没事啊你在装没事啊刚刚不是要学在装没事啊超好笑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你们知道灵异家庭就是同休息室吗？然后就只有我不同，跟他们不同休息室。对。觉得难过，灵异家庭同一间休息室，我刚好跟他们不同休息室。那他们就说灵异家庭合体了。QQ QQ 对不行而且不行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就是看着瑞婷的那种就是一种关爱的眼神我知道啦我知道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他就会这样子他就这样摸摸然后我就觉得我也要没有合体没有不行可是就是为了会就是就是我也要啊哼没有就是对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对啊就是我也想要被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没有我们去唱歌的时候就是韩寒转给伯乐仔太高没有这不论高不高我如果坐着他站着也可以啊这不是那个问题
不行，やきもち。我也要。没有，就是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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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嗯。周五一才接到你，算了算了，哎，嗨，嗨，嗨，对啊，人接在那边走后，没有叫李彩杰在后面跑，叫李彩杰在后面跑。对呀，开口要人摸头就没有那么香。嘿，嘿，而且然后他们就是嗯。就是 Verde 都会很主动去找瑞婷啊，可是他都不会很主动来找我，每次都是我很主动去找他，我也想要，给他滑板，什么滑板，不用他在后面跑就好。No, 不行，人家也要，不是表示尿烦哦。又会吃饭，乐乐结束，你说表演结束吗？还有瑞婷啊，就突然觉得我早知道我就不要当电灯泡了，可恶。走心还走得很有默契啊。不行，不行，母汤。然后继续放音乐。哪怕时间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遇见。耳朵屁孩，微弱却用力的擦亮眼眶，我想你的眼中不倔强笑容。你没有看过吗？这一部斗鱼吗？王者，我看过，我有看过片段，几个片段。我好像没有整部看完。我对这个女主角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有看那个，你们知道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吗？只看片段，因为就是爸爸他们就是会看啊，然后我就有时候吃个饭，然后就跟着看，然后所以就有看片段。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很厉害耶，
吹过，远远的心像狂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他闪烁。你没有看那个、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有很多个，他有很多主题。还有是猫的孩子吗？还有孔雀，你没有看吗？对，我也觉得茉莉很好看，茉莉的最后一天。还有很多部，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能就是从里面看出蛮多东西的。可是它有点可怕，我觉得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有一点可怕。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彩虹终究蒸发成化为泡沫，我愿做你世界里那最倔强的执着。对，遥控器那个太震撼，那个很就是真的是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然后他们这个真的就是可能要心理建设一下再去看。可是如果就是对这个，就是它这一部很好看，就是你真的会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发生在你身边这类事情。人性黑暗，对啊，它讲出了很多人性的黑暗。谢谢露露的 love， 谢谢。我是什么？大家还会看什么偶像剧吗？每部探讨主题都很不同。不，听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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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偶像剧。你们近几年的喜欢看什么偶像剧？你们的沙粒，我们与恶的距离。哎，对耶，听说与恶很好看，可是我没有看过耶。那我跟你们说，我很喜欢看《爱上哥们》吗？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愿？有说过。我发现我的偶像剧有一个断层，好像之前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就他们的剧名都很像。好像是炎亚纶演的吗？我忘记了。可是他剧名都很像，然后对，哦，还有那个《莫非这就是爱情》。我忘记了。
可是如果爱上哥们再上一部的话，应该是墨菲。墨菲这就是爱情。可是我也没有全部看完。然后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心愿便利贴那部叫什么？他的最后决定爱上你。对，二分之一那个，对，可是我想不起来叫什么，比较长，可能那些比较多，题材比较独特。对，命中注定爱上你，还有最后决定爱上你，是吗？好久哦，娱乐很感人，啊，好像很多人都说娱乐很好看，可是是不是也很，就是人性黑暗的一面？谢谢小雨的花枝精粹。大家平常都看什么？还是看我们？我知道都在看我们，对不对？无敌三宝妹不算人性黑暗，那是什么？无敌三宝妹的 上一部我有看，可是我忘记叫什么。不是啊，我是说就是这一整部《娱乐的距离》是在讲就是人性黑暗吗？还是什么？只能看，每天看直播就没时间。有病的不是人生，你说这一部在讲的吗？来看我们就好，我们给你鼓励。看我们好啊！其实我还没跟大家去过里面一些拍摄地，为什么会去啊？拍摄地点？对啦，不良校花，还有那个海派甜心，最近重温告白也是人性黑暗。这是什么电影吗？还是什么？就突然，现在突然觉得，就是很久没有听中文，就是以前就很喜欢听的那些中文歌。嗨嗨，坤坤，谢谢扎卡的医用口罩。嗨嗨嗨嗨的生活让你尽情挥霍，被你爱疯的动作活入我。嗨嗨，你丑不拉几香菇头，还有那个在火场，然后有一个就是。柱子倒下来那个内幕真的很经典，还有那个丑垃圾香菇头真的很经典。谢谢扎卡的聚光灯下打 call， 扎卡很晚才进来。现在我现在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嗡嗡。谢谢扎卡的心之光。嗡嗡唱歌真的很好听耶，就是很厉害，嗡嗡的很强耶。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他很强，然后我现在唱三六五都会觉得怕怕的。就觉得这个还是给你唱好了，这首歌还是给你唱好了，就觉得就是会唱歌的在后面有够可怕，真的是。易云也很厉害，他那个这样唱的那个跟他互相交流一下，有啊，他就说你还年轻，你还有很多可能，我已经老了。我说哪有，在转换，
是前辈教的，他说：“对啊，没有，你还有，就是你还年轻，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锻炼。”汪汪真的很强。我们再来听一下汪汪唱歌，他真的很厉害，我认真很佩服他。然后他说：“可以教我唱歌，谢谢谢谢真情告白，赶快叫他去买果子。”各种声线，但是他很厉害耶，就是他可以就是转很快。滴滴五二，今天才看，嗯，两天前，哎，这个吗？听一下，听一下。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逐渐海啸的天边，突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就这古老万圣熟悉的盖亚，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鸡皮疙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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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假，膝盖，膝盖，膝盖，对，我们的歌唱担当诞生。超强哎！可是我在这听完会，就是哦，全身起鸡皮疙瘩。他真的很厉害。再听一次，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逐渐海啸的天边，突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就这古老万圣熟悉的盖亚，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梦里北极光，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梦里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超好听。我们再来听一下伯乐的，怎么那么可爱？真的是好可爱！老师好，我是柏林。加油！我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但我期许自己的努力以及成长值可以拿到这里的 number one。嗯。好可爱哦！我要唱英文歌，就是想挑战自己发音的地方，就是下了很多功夫在练。
再看一次电影。就没笑了。是可爱长大的。太可爱了。你刚才已经被谁念？吐槽夏威夷风。他那时候就问我说：“穿这样好不好？”我就说：“我就说，好像我刚刚说了，你还有其他选择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很喜欢这件熊熊哎。”然后反正我就吐槽他，他就说：“可是我很喜欢这一件呢。”还不能超闪耶耶！那个我没有接受到很多犯傻，吃可爱。对啊，我们都是吃可爱长大的。有没有就是好好吃的这些糖呢？哎呀，我刚刚找哪首歌忘记了。谢谢 DJ Bingo，Recall， 哈哈，李威，现在是不是来了？等一下，王珠。我和你的距离，一眼无法看清。就那个那天刘海很失控哎。我跳到后面变斜刘海，超失控，而且真的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365的时候明明就很好看，可是我的刘海，而且这次我两首 center， 哎、欸，然后就是我上就是 only today
然后星星跟三六五嘛，然后其中两首都有被拍照到，然后就是单身的都非常开心。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都是心跳的证明。错过熊阿姨，熊阿姨最大，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谢谢开心的心之冠，三六没有不敢当不敢当，我们看到很多人会唱歌啊，不敢当，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担当。可是看到大家说，就是大家就是 report 学到我跳舞，我都很开心。对啊，星星 C， 大家赶快交 report 啦，我很想看欸，每次大家的 report 都是我的进步的。就是调整自己最好的最好的依据吗？这不是错觉。让我走向你，这不是错觉。对起来，一直印象深刻，真的吗？有没有好好看我飞起来的过程？飞。昨天晚上，好像半夜的时候吧，嗡嗡就传了那个 Nako 前辈的那个 Nako 前辈的照片在群组，说我刚刚没有看见他说什么，我忘记了。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哦，他就传一张照片，然后说我吓到，我以为看到栗子前辈，然后我就重看了好几次，然后平常就说那个奈子前辈，奈子前辈，我之前也觉得栗子很像奈子前辈，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写的一道题，还有一个，很好笑，而且他还丢那个 B 组的群组，很多的都说啊，什么意思？什么很多的都说、啊？没有，可是我比较胖一点。啊！不要一直跳广告啦！门都闪，谁在你面没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等待会有奇迹出现。这个事实，发现也无所谓。我们都闪，的分身。你说你傻，是在爱他。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谢谢 Eddie 的蓝色姻缘棒。真的，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可爱。一开始觉得不像，越密越看越像。非 TP 范的朋友说有吗？我们现在也是同一人，没有，不是前辈比较可爱，我十分之一都不怕。下雨了，雨陪我哭泣。哎呀，小狗，你这还是有一点，我操！你说心情病的吗？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
我昨天在翻照片，我就翻到就是我就是第一次去那个亚冠赛的时候，就是青涩的我们，然后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我站在 Butler 前面哎、欸，就我昨天在按那个，就是不是 iPhone 有一个就是可以看就是人像的那个吗？无力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想念即使让爱变透明。就是刚开始认识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啊，怎么过这么久了。外伤给我勇气了，燃烧了。Love Tree 真的就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我跳舞的，就是因为我跳舞都很大力嘛，然后就会变成就是，勇气的燃烧了。我发现就是，你们不觉得雨林都没有变吗？我昨天跟 Butler 讨论，然后我们就讨论，然后我就是那张照片，然后我就传给 Butler， 我就截图传给他说，你不觉得雨林完全没有变吗？就是很可怕，他从以前到现在都完全一样，他都完全没有变，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他不是已经就是台盐到现在，我觉得他从台盐到现在完全没有变，我觉得超可怕的。然后发现的时候是撞到你，还不会自己剪进去。八岁就停止生长。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我把它截起来了，就这样。虽然这不是那个，虽然这不是第一次的那个，可是就很，这应该不是我们第一个合照，我们第一个合照应该是别的，可是就很久了。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一直希望雨能下。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你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没有啊，我有变好不好？我变很多哎、欸，只有而且我，好吧，脸还是一样圆，脸真的改变不了，好讨厌。大家对于那个迷你控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分享？有没有？冷冷的空气，没有厉害，你都是另一半抬头。我还是爱伯乐，虽然他爱瑞晴，万年金句。嗯，变得快打扮，快大腹，不要复习正常课。一直瞧着呢，谢谢李威。李威有没有好好看着我？没有，我就说那一天其实很腿软。我彩排的时候 ，I want you 一直站不稳，超好笑的。有比较收力一点，可是我这次超大力耶、欸。
我觉得这很大力耶，他只看了你跟一家，真的吗？还有没有什么心得呢？晚上给我勇气的人你用跳的 Only Today 没有上，因为我每次都飞太高，然后他们都就是就我一个人很不一样。我喜欢你跳 River， 真的吗？我如果 River 这次有做调整耶，大家有发现吗？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你宝贝，对呀，开心。I want you, I want you, 爱你住 ，I love you。你在我的哪？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要回到最初的起点，记着你青涩的脸，伴着细沙黄色领带的结，桌垫下的老照片。你摄像机那个，我觉得乐团真的让我进步很多，就是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像等到最后的历史跟麦友，对啊，很认真在玩舞台，享受舞台，将舞台掌握在手上。谢谢基友进步，谢谢李威，很希望乐团可以赶快有表演，就是让大家听听现场的部分。我很努力，我很努力要把365稳住。勇往直前真的太可怕了，勇往直前太多噔噔噔噔噔噔噔，可已经不准谁退却，太可怕。谢谢小令狗的鲜花。而且我觉得乐团练到我很多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就像音乐数拍子啊什么之类的。有一种微笑，好熟悉的句子，哎，好熟悉的句子哦。而且现在更能享受就是乐团的时候了，嘻嘻自己就不大
我要努力肯定自己，可是还有很多可以加强的地方。微信控制很好，一开口就很好，一定是努力写。谢谢令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一直都守着。我们许下的快乐，此刻相拥的狂热，却永远的深刻。不要，我等一下跟你说，你等一下你在那边点点点，你自己回去翻那个，然后你就说，同学你笨了，我算了。对，大家是不是？如果我讲出来，西西一定会这样说，你笨了，我算了。那你还是不要。对，你为什么刚刚要这样呢？你为什么？你赶快把我变掉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西西是不是会这样讲？你自己回去吧。嗨嗨，毛亮，为什么会在这？一段情况留在某一间车厢，被夏天里的风，比回忆还重。好像我不怎么不要啊，影响进步。对啊，就是有花更多时间在研究。瑞婷看一下，瑞婷出来输赢啦！瑞婷出来输赢，那个是我的，和我在一起吧，他已经是我的了。同学，你就自己去看哈。太阳系可能会好欢乐，欸，我根本就是捡枪，不是捡枪，我是中枪王，欸，我就是一直在中枪，欸，到底为什么？打开门，开门，躺枪，不然那是我的。可是我觉得我刚才不是我的，所以你就说。好哦，就是我还可以是那个，他说好哦，好哦，对，他就跟我说好哦，然后还有加那个手势好哦。最终的荒唐，噔噔，有没有瑞婷的好哦，好哦。直接背什么背武士？你很会开枪，没有啊？我没有很会开枪，好不好？正宫拿出威严了，我本来就是，对，我就是正宫，谢谢。青梅竹马是谁？我跟伯乐吗？还是？曾经依靠彼此的肩膀，被开枪，所以是中枪吗？我也想要当乐乐。可是大家一直笑，对啊，都吐槽，就各种大家都捡枪王啊，就是久了之后那个枪火越来越猛。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相信明天就是未来，情节不坏。都不
肯醒来。心脏比较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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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不同场合要对应不同声音，就是每个都有，就是他就是对。对我来说，就是不同角色会有不同的声音。我很疼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不是好不好？是因为我跟姐姐说，我很想要新型病毒。大学期中考前一天半夜不读书在追剧，傻眼。好，算了，没关系，我就胖，我就圆，好吗？让大家满意了吧？我就圆，我就圆。有卡吗？还好吧。我超顺欸，我就圆。我就圆，我就圆，好吧，我就圆，我就胖，我就圆。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这城市被我关闭。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多喝两口玉米汤。阿雪没有圆，阿雪那么可爱。好啊，哥。病毒的真实，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少女那个？跟你们，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熊艾莉啊，你们有没有看到？有吗？一定有的，不对，熊艾莉。一定有看到，没关系，就算你们没有看到，我也要等你们有看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烧酒打鸡哦。索拉尼，七拉巴阿达好心哟。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好笑。我要讲什么？没有看到。那后面那个包包有看到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猜你们应该也没看到。No. 好，就是那个，就是平安声音，平安跟七七声音不都算可爱的吗？他们就是ソラニ、チラバアダホシノ、どれか一番に輝くのだろう。聞かれても、那换我的时候，誰もきっと答えられない。然后结果练习的时候，然后
就是他们说李佳丽你可以不要转变那么快吗，就是他就说就是他们就是很大家都可爱可爱可爱，所以让我想想怎么唱，誰もきっと答えられない暗闇の先にここから見えない光がある，就是这首名很少女，然后被我唱得很烟酒嗓。太想只看到你零秒。光がある，对啊，可是 要唱可爱也可以啦，我想想看。对啊，嗯。誰もきっと答えられない暗闇の先にここから見えない光がある。唱法感觉有吗？光がある，你说刚刚第一次的那个吗？有，这个共鸣比较高啊，这比较可爱。誰もきっと答えられない暗闇の先に。那个，我们有些前辈不是有学过那个？那前辈唱那个吗？给你给他破音，不行，喉咙炸了。给你给你，谁让那个音乐那样？就那个给你给你。然后那个很用力，给你给你。喝个水。喝水水。对啊，就是因为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想要磨，就是学习的榜样，就是还没唱出自己的风格之前，模仿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方式。期待，我也期待。Lingo 期待看到你，喝水水，嘿嘿嘿。你们有注意到我有留头吗？超频，谢谢 Eddie 的许愿瓶。你们有注意到我有留头吗？就是嘿嘿嘿。有吗？嘿嘿嘿，这次有加了很多新的小巧思进去。誰もきっと答えられない暗闇の先に。谢谢学习的真情告白。ここから見えない。想听到那前辈唱歌。对，我不要太兴奋，哈哈哈，容易疲劳。大家也要就是注意，就是要降温，不然很怕会中暑。他是有撑那种？没有啊，为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你没有之前那个娜娜前辈上，就是他是不是有上就是
是有就是训练特训歌唱，因为我都找不到那个影片。决定服装了吗？我已经买好两套了，然后其他的就是大致已经想好了，就是还没有下单。对，昨天有全买。就我有在那个 B 站找到那个，就是もしのバラインド的那个，就是混剪，就是之前唱的跟现在唱的。想看之后现场一定爆了，我觉得西西可能带那个退热贴不够了。西西会不会热到昏倒啊？就是太害羞，然后结果就是握到一半，西西你还好吗？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哦，最美丽，全身自己的最好，谢谢桃花哥。有啊，我的例子，但还想不到话题。全品我们可以来比赛，我们谁比较爱播了？我一定会赢的。对，我们可以抢播了。昨天外面 staff 姐姐贴了30分，什么东西？贴什么？哦，对，好像有。我一定赢，好吗？没有人抢得赢我。对啊，还有雷阵雨啊，对耶！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很热的同时，也要就是如果有下雨，要记得带雨伞。不然难道体温不高，但这样很热才流汗？这是紧张，不累？对啊，我超开心。不对啊，等，莫林奶茶吗？还有林杰哥吗？好产品，不会啦，不会修了，因为我们都是爱波乐的同道中人嘛，应该吧。可是会很闷呐、啊，大家有想好什么消暑对策吗？我要去批发那个大冰块。红道中人，嗨嗨哟！然后就批发那个大冰块，然后那个叉冰，那个就是叉冰，一杯卖10块。到，我要用那个卖叉冰，一杯卖10块。然后那个大冰块冰桶。另外超凉，可是它会凉到很热，是凉到就你的皮肤觉得热热。手机杯才10块买的没？像什么全家还是什么？它不是有出冰块杯吗？是吗？对，成员趁机买冰品。哎，那个你都来握手了，那不要顺便带一支冰棒，就是上那个上面印我的脸，一支100块。低温烫伤，清冰就好，清凑合顺便消。有没有？没有啦，没有要买，开玩笑的啦。哎，你的脸吃不下去？不会啊，没有。那个全品要说，就是我把伯乐交给你，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的脸就咬不下去，但脸颊肉才好咬啊，不是吗？
舍不得的部分，一个月的优惠。你好，就印我的脸，然后就是那个脸颊肉那边特别好吃，因为那个面积很大。你想的，耶！谢谢苹果的花枝精粹。完了，我的，哎，脸颊那边都放掉。那你的脸上按着我的话就瘦了，对呀、啊，就瘦了耶。就这边塞最多。爸爸实现，就我就把贝勒交给你，好，没问题，我会好好照顾贝勒的。记得暖暖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怕时间以后。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星星，你要不要先去那个附近的那个旅馆，就是先那个就是预约一下，然后就是如果太热的话，就可以就是去房间躺一下，降温之后再出来。微弱却用力的擦亮眼眶。瓦鲁西亚，我还可以现场帮他打 call 哎。筋肉を触らせてよ、どのくらい硬いの？興味がある。哎，不对，好像唱错段。不想要美国啊？好吧。我们来挖的 key 一下，哎，还是有娜娜 key， 有没有娜娜 key？ 若星光忽明忽暗太莫测，我愿意为了你闪烁。若彩虹终究蒸发成花里泡沫。我愿做你世界里那最倔强的执着。好，不要虐待自己。那前面真的好可爱哦！一秒会变成什么？可以不在乎拥有啊？没有娜娜 key 耶，娜娜 key。没有，你们可以，旅馆可以很多人，就是大家可以去推人气，我不知道旅馆可以很多人，你们可以就比如说跟就是几个比较熟的，就是粉丝，然后就是比如说四个人就是租一间四人房，然后你们就热，就是太热的时候就回去旅馆躺，然后等到要到你的部的时候再出来。ワルキー。
大声。今日のバッグなんだか重くて、そう誰かに持ってほしかった。だからちょっと頭を絞って、ハートをつってみた。甘いプリンと塗り飲みて、おねだりするの悪気に筋肉を触らせてよ。どれくらい硬いの、こんなの恋は興味津々。新しさ見てみたいのよ、どんな感じなのか。ワクワクしてるわ、チュアミとキンでセクシーだね。これを持って、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ハロウィン。そもそもハロウィン。ハクリン。ワル、我没有ワル。真的好可爱，真的好喜欢短头发的可爱女生。拜拜，川平，拜拜，加油，上班。我哭你，我哭你，我哭你啦，我哭你。华晨不行啦，不行啦，跟你开玩笑的。华晨不行啦。僕はいない。输了喝三杯，玩到的也要罚三杯。没有，没事。很开心，划什么拳？划拳是捡到石头布吗？还是是不是捡到石头布吗？捡到石头布应该还可以吧，就不要太激动，应该还好。你
没办法了，讨厌，不行。很期待，可是又怕当天会很热，就很怕大家会不舒服。我看这些人，二轮游什么意思？二轮游？每天，君にこう触らせてよ、どれくらい硬いの、興味がある。现场准备猜输的喝，没有，你们猜赢了，就赢两人就白了，是要是两轮，这样是多还是少啊？马萨奥纳。两轮是少哦。我要打两点半哦。等一下 cos， 是要 cos 哦。谢谢。谢谢，谢谢新月光。雷姆是那个时候，谢谢开心的星之冠，谢谢。猜拳大会也有档啊，给涵涵可以啊。好一，你呀一，我的亚麻嘎达夫布斯玛，伊万纳基，伊基古拉，埼玉，吉他，东京。花川は池田小山石田福井岩梨長良岐阜千葉県愛知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島根山口徳島。不行，我到后面就不行，我大概到前面三分之一可以耶。熊本、大分、沖縄。快了，我快把47阶背完。47阶，好多、哦。没有啊，可是就是还是要背一下。
谢婆婆的聚光灯下打 call。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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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率可以讲卡拉伊哟，因为光上去人都会错，因为罗马拼音。有，我上一次有去看，就是后来我去看初兔的 MV， 超可爱。First Rabbit。こんなに苦しい思い生まれてから初めてだ。誰が静かに狂わせる。僕はいない夏の砂浜。やっぱりクリちゃん可愛いよ。什么来不及？什么来不及？好久没听《红莲花》，听一下。哎，你们可以跟佳卡说，就是叫他把那个之前剪跟波乐的那个精华，就是放一个匈牙利的精那个就是特辑嘛。对，那字数有限。佳卡在吗？佳卡有挂着吗？不行。不行，可以，可以，没有不行，可以，不行。等一下再看一次可爱的波乐乐，不行，嘿嘿，不行，没有不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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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一下不行在哪里。不行，不行，不行！嗯，不行在哪里？嗯，为什么找不到不行？在哪里呀？啊，找到了。不行，不行，不行！哈哈哈哈哈！可爱，不行，不行，对，不行，不行，怎么有了这么可爱？不行，好了，我要念榜了，我要念榜了，继续放音乐。第一名是喜乐哭吗？很丑哎、欸！另外怎样看看看看，别人的都是好消息，谢谢谢谢喜乐哭吗？谢谢谢谢。第二名是林哥，谢谢林哥，谢谢谢谢。第三名是林国，谢谢林国，谢谢谢谢林国。第四名是幻影战士，啊，明天交一次，好好好好 ，OK， 没问题，明天一次交 ，OK， 谢谢谢谢幻影战士。第五名是傅维，哎，对对，心灵上的烤肉，心灵中的烤肉，什么啦？热心的莉莉汤山 ，OK OK， 大家也要小心哦，小心防晒。第六名是星星，星星乖乖子，没心思写信了，傻眼，你根本就借口，傻眼。谢谢星星。第七名是开心，都有个例子吗？其实我没有认识，糖糖加一耶。好，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谢谢开心，谢谢，
恭喜成为糖糖的一员。第八名是 Luciano Vita， 神推莉莉耶，耶！好，辛苦了，辛苦了 Vita， 辛苦了，谢谢。第九名是 Eddie， 好，现在听到了看我，一样看我，谢谢。第十名是扎卡，很荣幸一直历历存在。好，可是扎卡你要记得那个，要记得就是对，可以弄一个熊阿姨的精神现实，对，然后对，就是放，对，就是我看了也会很开心的。第十一名是小雨，谢谢小雨，谢谢。哎呦，第十二名是 Happy Fly， 大家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哦。谢谢 Happy Fly， 谢谢 Happy Fly， 也要加油。第十三名是 Popo，他在电视上说：“我拒绝承认，你就已经被对被莉莉电晕了，不要再不承认。”谢谢泡泡。第十四名是阿 K 啦，谢谢阿 K 啦。我们两人今天 OK 没问题，期待看到你。谢谢阿 K 啦，谢谢。第十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谢谢，谢谢大家。好木头，头贴，好，那要说拜拜喽，我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See you tomorrow。拜拜，拜拜，明天见，拜拜，拜拜。